再来我们写这个顿字，这个顿也是一个左右边合并的一个字，那么它左右边合并的那个宽度大约也是在中间这个位置来做一个合并的动作。那左边先写这个横，第二条横线稍微长一点点，一竖从上面拉下来以后做一个挑，好，再来是在这个横线的上方一点点这里做写一个叶，中间这里那一竖下来，再一竖，这一竖就稍微粗一点长一点点，再来两个短横，再来横线从外面拉进来以后中间折一下45度做一个点，那这里45度做一个点，好，再来我们要写一个心字，这个心的写法啊，我从这边画一条线斜斜的向右上方走，下面距离差不多这样，我们写一个画一个水平线，这个是地平线啊，那么这个心的第一笔呢我们就落在这个地方，好，这样斜斜的落下以后它自然就形成一个有点三角形的一个点，那再来是这个部位，我故意写得很慢，就让各位看清楚它是如何运行。好，那这个地方在它的上方，在这个横线的这个地方做一个点，然后再来在这个勾的正上方，这样过来，也就是说这三个点一二三是顺着这条线来摆放的。好，那么我现在把焦距拉得远一点，让各位看清楚这个心的这个部位是如何运转的，就是利用我们这个碗的关节，它把这个部分当作是一个圆规，在这笔就是圆规的那只能动的脚，那我们这个关节这样转哈，来画这个圆，这样子画哈，来，我们先写这个点，然后这样子画这个圆，慢慢画过来，那稍微上来一点点，停，然后这个方向，哦。那再来这两个点补上去就可以了，好，就是这样，这个动作，哦，这个关节要弯，你这个手要能够这样子啊，打转，这样子一个动作。好，我们来写这个游戏的啊，游玩的游，那么这个游它不是写方字边啊，它是写一个提手，那么在这个古时候书法这个方字边改成这个提手的方法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先从中间这个部位的这个里先写，改他用的提手啊，那等高的位置一撇，那一个点，再来是一个写一个止，写一横，这一横就这边长一点，这边短一点了。那这边的错字部是这样，一样按照古法两个点，这个部位就稍微写的小一点啊。从这里做一个捺，水平的捺，平捺。
再来是要写一个吉，这个吉是古时候的吉的写法啊，不是现在，现在通常我们都写里面写一个俗，那么这个里面那个部位是古代俗的写法，我按照字帖上面的方法来写，这一点先写，然后再来写一个宝盖。再来是这样子，上去以后直直下来，然后往左下方歪过去，那这边一条横线比较长，然后这边一竖下来，好，中间三个点，一、二、三，三个点这样来写，这是古代的吉的写法。好，我们再来写这个灭，灭是一样，左边一个三个点的山水寺，那么因为它最后这边有一个歌比较长，所以我们写的时候一样要把这个字的体型稍微往左边挪动一点，让右边有足够的空间来摆放这个歌啊，这个三点呢不要太宽，就是这样的距离就好了，因为这边它要稍微短一点点，这样子。好，那么这边灭里面是一个火字，好，我们从这个的上方，这里蛮长的，这里落笔下来之后做这个歌啊，那这个歌刚好从这一横的边上插过去，再来是这个火相对过来的高度，这里做一个撇，那这个撇的尖端刚好扎到这个点这里来，然后在这个横线的末端外面挂一个点，再来是起，起是上面一个山，底下一个斗啊，那么一样，我们就把它写在这个九宫格的正中央就可以了。那这个山，我们是写斜斜的写法，斜的啊。这里写一个短横，底下写一个口。再来是。这个比较接近垂直，这个斜斜的啊，这样摆进来啊，这一行最长，压下去以后稍微变细一点，到这边重重加一个点，再来写写这个爱，这个爱的笔画比较多，但是它并不难，因为它是从上面往下面来堆叠的啊。那在它的下面一点、两点、三点这一层写完之后，我们再来写这个稍微宽一点的，一个类似于宝盖的这一个动作。好，在下面写一个心。笔画要稍细一点，不要太粗，因为笔画多你必须细。好，这个点跟这个点之间让出的距离比较稍微够大，那这一笔才能够从中间穿越。那第二笔在这个心的下方这里，
好，那么在这个点的这个地方啊，点的旁边这里拉出个音捺，那是比较高一点。那么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就写在这个的正下方。那再来这个框框就写的稍微矮一点了。啊，那中间打个叉。再来又碰到这个枝啊，枝重复了很多，一样我们给它画这样一个线啊，喇叭状的线，这个点就摆在这里，然后点的左边和右边是这样来写啊，这个地方上去以后顺着这条斜坡啊，就这样子拉下来做音捺。好，再来是写这个能，能够的能，啊，那么这个一样，左边右边大概在中间分界，在这里来写。好，我们上半部先写左边，先写一个三角形的结构，下面写一个肉。好，再来是写这个部分。上面这个呢，我们稍微让它出头，哦，就是说这个横线上面这一段稍微多一点点，那下面呢就不能多了，因为它只能够出头一点点。再来是写这个家，家也是一样，左边一个立，右边一个口，那么相对的就中间这个部位啊，大概在这里来，合并。好，那么我们先写左边这个家，这个立，这个立，它会长得稍微高一点点。那这个口呢，再怎么写它也是这么小一点点，所以它就对着这个家的这个立的这个肩膀这里，靠在肩膀这里就可以了。没有办法写得太大，它只能这样子啊，在这个立的这个肩膀这个位置，那上面就空一些，下面空一些啊。再来写这个金，金进的金啊，一样，左边右边大略就在中间这里来分界，哦，那么左边是一个米，我们先写两个点，那这两个点要稍微拉开距离，因为等一下中间有一束要穿越，所以你不能开太近，太近这一束下来就黏糊在一起了。好，那这边的横线这边稍微长一点，
左边稍微长点，那么来到这里一样，到了这边分界的地方就停止。那这个稍微高一点，底下做一个勾，那在这里做一撇，那这里挂一个点。好，再来金，这第一条横线呢，在这个地方，第二条横线就对着这个啊，它这条横线相对的，然后一竖下来之后，第三条横线比较长，它就插进这个跟这个之间的这个缺口，啊，从这个缺口里面拉出来，就很巧妙利用那个缺口来安放这个比较长的这一笔，啊，在下面是一个肉，那这一竖会稍微长一点点，啊，一横，一个挑，啊。再来写这个进，啊，进步的进，一样是一个错字边，左边一个错字边。那么我们一样从这个右边的这个部位，这个锥的这个部位来写。好，我们先来写这个锥子，短啄，那在大概一半的地方一竖下来。那在这个地方，它的旁边这里点。那在这一竖的旁边啊，跟它等高的地方来写第一条横线。那第二条、第三条稍微短一点，要比第一条稍微短一点，一竖下来。再来这一条稍微长一点点啊，也就是上下两条稍微长一点，中间这两条稍微短一点点。好，那在这个斜坡的这个地方啊，把这个错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那它是这样的啊，呈这个弧形来排列的。那再来是这个啊，类似于山的这个部位。那么这个山的末端呢，大概就是到这里啊，就跟这个是齐的。然后在左边一点，这个地方上去一点，然后弯下来，做一个一捺啊，这是一个平捺。再来是这个筏子，一样啊，三点散水式。那这个筏一、二，这样斜斜过来，在它的下方啊挑上去。那在这个的下方这里写这一横，然后这是斜斜的，然后由粗变细。那在这个第二个点的这旁边下面旁边这里写这条横线稍微长一点。在它的下方写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再来写这个门字，门就是左边一片门板，右边一片门板。那么左边的这一片呢，稍微窄一点点。好，我们写完再说。这一竖，左边这一竖先写稍微短一点。那这个也不要太宽，这样折下来以后，再用个挑挑上去。那么右边这个呢，就稍微宽厚一点点。所谓的宽厚是这个距离。那这个距离稍微少一点，比较窄，这个比较宽一点。那这折下来以后，这一竖要稍微粗一点，
而且要比左边的那一束要稍微长一点。它的地平线是这样，有点斜下来，也就是这边比较长一点，这边比较短一点点。好，再来写一个菩萨的菩。那这个字呢，就是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写下来，就大概在中间这个部位。好，我们来写这个草头，因为它笔画蛮多的啊，所以这个草头也不能写得太厚。那这个地方加一个点啊，那有时候古字这一点是不加的啊。这个横线大略跟这个草头的宽度也相当。那这里两个点，这个是比较直一点，这个比较斜进来。好，那这里中间最长的这一横线，这个起头粗，中间变细一点点，然后再逐渐加粗，压一个点。啊，这条横线很长，中间要稍微细一点点，腰细横。再来是下半最下面这个部分的这个口，写的稍微宽大一点点。因为它承载了上面所有笔画的重量，啊，这个稍微宽一点。再来是写这个煞啊，菩萨的煞字，那这个也是一样，从上往下写。那上面这个草头相对看起来它稍微窄了一点点。好，那在这个左边这个部位写一个腹字边，就是俗称的耳朵这个部位，从这里一竖下来。那在这个部位横过来的啊，对过来一个点。那么现在的写法是写一个铲，那古时候的写法是写这样的啊，那这底下就四条横线就可以了，一、二、三，一竖下来，那垫底的这条横线稍微长一点点，啊，最垫底的这一条，那现在的写法这边是写一个铲，那么就是这里多一个一撇，那底下里面一个生，那么古时候是四横一竖啊。再来是写这个乙就是左右啊，两个部位合并起来，那么写它比较扁，就写在中间这个格子里面就可以了。来，第一笔这样子，那在这个末端做一个点，那再从这个地方斜的45度进来，那从这个地方斜的一个点，好，整个字就在这个九宫格的中间的这一格范围里面来写就可以了。啊，我这本帖，主要是以临习颜真卿的这个《多宝塔碑》当作我们学习的一个范本。那么我们在学习毛笔字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运用这支毛笔，运用这支毛笔所有的技巧以及笔画摆放的结构的一些方法，把它学起来，这样我们的写的字才会漂亮。当然，有的人他说他不想临帖。因为临帖是没有出息的事情啊，学人家的，
所以他希望说能够自己发明一套东西，自己创新。创新不是不可以，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内涵，没有足够的技巧，那么仅仅在外形上面做一些搞怪的变化，那这个东西不要说是别人愿不愿意接受，恐怕你连自己写没几次也不会想写，那更不要说是这个你创新的东西能够流传到后代被人们加以歌颂你要让人家歌颂，你必须要有内涵，要实质的东西能够让人家欣赏才行。那么当然人各有志，有的人不喜欢临帖，他就是喜欢写自己的东西，那细听尊便个人人各有志，不能勉强，也许他真的有一天能发明出一套东西流传千古也不一定。那么我还是喜欢临帖，因为临帖的过程当中，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让我学到很多的东西。好，我们继续，那再来这个字，字是一个比较狭长的字形，就从上往下面堆叠，那么写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九宫格的这个范围之内来写。好，那么这个末端就加这一竖，这一竖稍微细一点。好，那这个转折过来之后，这一竖就稍微粗一点了，那要勾不勾的，这样稍微带一下就好，里面就是两个左肩横。再来是从外面拉进来一条线，把这个地方给封起来。好，就是这样子。好，再来我们要写这个墙，这个墙左边是一个弓，那右边是一个一个口，那底下一个口稍微大一点那一样我们把它划分一下左右分界的这样一个界限，画这么一个界限是让我们了解到它拼图的时候的一个方法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然后来我们先把上面这个部位先写好，写着这一行就写在这一竖的垫在底下，那这里斜斜的要斜斜的，那也是斜斜的上去，再折过来。所以我们看这个弓，它有一点点这样斜，它的构造是有这样斜斜的，往由上方往下面往右方伸展的一种趋势。那再来右边的这个部位呢，稍微降低一点点，大概这个口就写在这个部位。比左边要稍微降低一点点。好，那在这个弓的这个肩膀的这个位置写第二个口，但是要稍微写的宽一点，因为它中间有一竖要穿越，这是一个虫那有一竖要穿越这里，所以它要写的宽一点。那这个是一个长长的这样拉下一个点。再来是写这个布，布很简单，我们从中间给它画一条中心线，根据中心线来布局。好，我们先写第一条横线，斜斜的，然后稍微变细，到这边压一个点也就是说这条横线是由粗逐渐变细，再加一个点来平衡这左两右两边的一个重量，在我们在中心线的稍右边一点点落笔之后，45度。往左下方斜出去，那这边呢用个交叉的方法，然后从中间一竖拉下来。好，那这个再来是从这个地方交汇点下来一点，这个地方拉一个长长的点，很长的点，
也就是说左边有这个斜斜的一撇，那么右边有这样斜斜的一个长点，但是等于一竖啊，这根棍子左右两边往外伸展的两只手一样。好，再来我们要写这个席，这个席上面是一个字，底下是一个心。好，我们知道凡是底下有一个心的这个字呢，它上面摆的不管是字也好，或者是钟也好，或者是田啊诗也好，不管摆放什么东西，它左上方这个它会稍微往左边稍微移动一点点，让它坐在这个心的稍微左侧。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字它大概约是成这个样子，它成一个梯形的构造，然后重心呢稍微靠左一点点。来，我们来写这个字，这个席啊，上面先写一个字，这一竖稍微细一点短一点，这一竖稍微长一点粗一点，那么这一横呢就摆在这一竖的下面，而且凸出去一点点，然后拉过来之后刚好摆到这一竖的侧面，所以这一横是摆在这一竖的下面跟这一横的侧面，用这种方法来摆。然后好，我们这个底下的心这一点就在这一竖对下的这个空间的外面，然后这个弯钩呢刚好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写一个弯钩啊。那这个心怎么写，我们在这个之前的字里面已经有讲过了哈，我们麻烦回去再看看啊。这一个点在这个弯钩的怀抱里面，在这个点，那另外一个点在这个钩的正上方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写这个本，这个本它的写法就是它先写一个短横在上面，接着写一个大啊，大小的大啊，往左右两边啊伸展出去啊，往左右伸展，那在中间的地方一样一条短横，再写一个十啊，这是一种本的写法。好，再来我们再来写这个旗子啊，日旗的旗，这个旗很简单，我们把它一样把它分啊，左右两边把它分界一下啊，那左边是一个旗啊，其他的旗，那这一边比较长一点啊，那这边就稍微短一点，你也不要碰到，不要超越这个界限啊，左边一个斜斜的，右边这个点啊，那再来是这个月啊，这不是肉，这是月哈，月稍微比左边稍微低一点，大概在这个这条横线过来相对应的位置写这一竖，然后撇到这一点的下面，然后这边就稍微粗一点，然后做一个弯钩勾上去啊，这两边这里面两个啊。斜斜的啊，横点就是，左肩横，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左右分界，这个右边稍微低一点的，但是右边下面稍微更低一点点，也就是它会成这个样子，那左边稍微高点，右边稍微低一点。
好，再来我们写这个铜，这个铜就是我们先把外框写好，外框左边这个框啊，这比较细比较短一点啊，从这里接过来之后大概九宫格一格的宽度，再多一点点，一竖下来这个就比较粗了啊，带一个勾啊，那里面这个一口呢稍微偏左一点点，所谓的偏左就是这边的距离稍微小一点，这边距离就稍微大一点，这边距离小一点，这边距离稍微大一点点，整个的一口稍微往左边偏，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对下来的话，这边的空间大一点，这边的空间稍微小一点点，左小右大。再来是写这个行啊，左边是一个双人旁，右边是一个雨。好，我们就这样，左边双人旁站的部位不会太宽，大概就这个宽度，第一个稍微短一点，在它的正下方一样45度往左边撇过去，但是稍微长一点，就这个短这个长，那在这个地方一竖下来不要太长，因为等一下右边这边会比较长。那好，那在这个两个部件的中间这个部位，我们做一个左肩横。那么在这一竖的起头的这个位置，我们做第二条横线，稍微长一点。那在这个的正下方，我们写这一竖，那么稍微粗一点，长一点，勾出去。所谓长是，我们相对于这个一竖，这样子过来，这边稍微长一点，地平线是斜的。再来是腹，腹也是一个双人旁，那么它站的宽度也不会太宽。好，我们一样在这边复制一下啊，腹这个比较短，在它的正下方这一批就稍微长一点了。再来是这边一竖，差不多到这里就好了啊，你底下留点空间，因为等一下这边会拉得长一点。好，再从这边对过来，等高的地方一个短的。然后这个下方这里塞一个啊左肩横，好，那在这个的这个地方对过来相对高度的地方，我们写一个日啊，那边这个稍微长一点，中间分隔一下，然后这边呢拉过来以后直接就向左下方扫过去，那在这一竖的下方这里扫过来啊，这两个几乎是平行的，然后从这个地方，从这个擦边球啊，这样擦过去，一捺拉出来，那么一样，这个比较低，这个比较高，它的地平线是成一个斜的。好，再来是这个岁，岁左边也是一个错字边，那么右，通常我们会从右边这个部位先写啊，上面先写两个点，一横，在两个点的中间这个部位一个浊，然后这个地方在浊的一半的地方一个驼背的一个动作，好像驼背哈，弯曲，那么上面这一段比较短，下面这一段比较长，但是它呢会回到中心，
记住，它这样弯过来向右边，然后再回到中心这个部位，啊，在这个这一段这里呢，做两个左，做两个撇，那相对应的这个背上这个地方，一个左啊，在一个点，也就是一二三三个笔画全部在这里交汇，啊，好，再来是这个点的相对的过来这个位置来写两个点，两个点啊。再来这个山的这个形状就稍微写的小一点，那么它是成一个弧形的，那它这个底部呢不要低于这个沟的底部啊，记着比沟稍微高一点点，那从外面这里过来啊，然后做一个斜斜的一捺，那这个捺出去的地方不要超过这个位置。竖啊，竖这个字就是上面一样，从上面往下写，上面先写一个点，然后再来一个这样的斜的点啊，啊下来一点点，由粗逐渐变细，那穿越第一个点啊，这边压一下往左边一撇，那这里面一个短横，那这个短横的头上这边写一个单人，啊这个就不能太长，因为等一下这个字这个白啊不会太长，大概一样跟它长就好，一横然后一竖长一点粗一点啊，再来中间一个短横，然后从这外面把它拉过来封起来，好，这里又碰到一个心要来写哈，一样，我再讲一遍，这个心，我们画一条斜线，那这里画一条啊这样的线来写啊，心就写在这个范围之内，然后这个左边一个点，啊这样子下来压下来再收起来，那这边一个弯钩啊，你这个手要这样做这个弯的动作，像类似圆规画圆一样。刚开始比较细，逐渐把它压下去，那么开始画圆，那么这样拉起来以后挑上去，那这个在弯钩的中心的这个位置做这个点，那再挑过来之后对过来，在这个钩的正上方往这边一撇，好，这两个有互相对应的那个感觉，那这个心在写的时候呢，最好能够笔画能够连起来，就是你的动作要能够连贯，一弯钩弯过来之后挑上去到这里挑起来，哦，它彼此之间有互动的关系。